You are about to see the most incredible doll ever invented. Her name is Poppy, and she is the first truly intelligent doll in the world. A little girl can talk to her. Poppy gives her answers. She is the first doll actually able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a child. Hard to believe? Just watch. Yeah. Poppy's Playtime! Poppy's as lovable as a real girl, and she talks like one, too. Hi, my name is Poppy. I love you. Can you help me polish my shoes? Why, of course, Poppy. Just like a real girl, Poppy always wants to look her best. Perfect! Thank you. Her hair is sturdy and won't come out when you brush it, and smells just like a poppy flower.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d like to say, Poppy? I'm a real girl, just like you. What's the time? Playtime! And if you've ever wanted to see how all of the nation's favorite toys were created, Playtime Co. is now offering factory tours at just $2.99 a person. An entire hour in the most magical toy factory on Earth.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Come visit the factory. We can't... VR 玩，要不要玩？会怕，我自己玩。对啊。这是抓给你们玩的，你叫我自己玩。我不想要，我不想让你自己玩。哎。花钱钱呢？虽然才100多块。对呀。哦，开始了。哦，这里是哪里？我们要去哪里？爸爸，你我要去哪里？去那边。去哪里？哪里？你要哎，等一下，你停停。去哪里？不是啦，你要去拿那个绿色的那个。绿色的这个。对。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那个。这是什么？这是录影带。可以对。要怎么拿？拿谁？我拿。我拿。哦。对，然后转过去。转过去。然后去这个。放影片。嗯。哦，哪里？你要看上面。电视。Hi, my name is Leigh Pierre, and I'm the head of innovation here at the Playtime Co. Toy Factory. If you're seeing this, then you're trespassing. 这个是他的。Yeah, we play this little tape on loop whenever we close the factory for the day. So, trespasser, just to make you aware, while we pride ourselves primarily on our high-quality toys and excellent childcare, we also pride ourselves.On our security. For example, this facility is full of hidden motion triggers, which, once set off, will. 这里要钥匙。这里要钥匙。哪有骗人？有。我又没有拿钥匙就可以进来。然后看上面，看上面火车有火车。绿。黄红。OK， 走，不是。哎，等一下，看上面，我又忘记了。绿色、粉红色、黄色、红色。绿，然后转过去，去出去。还有绿，然后那边那里有一个绿。不要不要，那个不是那个游戏，不是转那边。绿色。绿粉。粉红色。然后黄红色黄、哦、然后那里有一个手，哪里有个手？那里那个前面，等一下，哪里？前面，前面，前面，大声一点，前面，前面，然后这里有一个顶，对，然后你要等他看完，他才会打开那个手，才会打开，然后你要。这个可以，可以快转吗？哎，有手，这里，就是那个什么，你可以打别人呢、啊，你不会等，然后打，打手，这个手要干嘛？打，可以呀、啊。
只手而已。然后还你要去拿那个红色的，然后转过去，转过去啦！你到底在干嘛？红色的手在哪里？红色的手而已，被关起来了。在哪里？然后跳过去那里，这里跳，然后上去。你先按那个按钮啊，上面，上面有按钮，上面，上面，上面。你要等它。然后有一个娃娃，有一个很大，然后跳过去，手放开，手放开，跳过去，手放开，跳过去。去那个。好恐怖。你看。我不要，很可怕，我不要，很可怕。他不会怎样的呀？我要跑，这样。不是，他还没，他又还没。不是会动吗？他现在还没。打他的嘴巴。可以。打他的鸟鸟。然后可以拍他的手。拍他的手。转过去，然后有一个。爸爸，你拍他的鼻。在他的手上。什么？在他的手上。然后把手放开，然后。哪里啊？然后去。去哪里？开门。开门。我不停。哦。他的手，另外一只手在哪里？另外一个手不见。在被那个人家拿走。转过去哪里？然后那边有一个手，然后打开。
知道。那里鬼鬼瞅他的时候。谁？是谁？这个哥哥。然后他就是他光了。小心哦，会有那个嘶的声音，就是有猫。哦，现在要干嘛？这个是从鬼鬼会从这里来。好，这边要干嘛？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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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看呢，你吓一跳。三二一。蒸汽喷水。到我走啊，走啊。另外一只手吗？不是，不然呢？上去，上去。没有，这边有录影带。录影带，哎，录影带在哪？是在这里。不是，不然在哪？在那里。你要找路。好恐怖啊！那算了，不用了，不用了，你就上去就好。看到一个楼梯在上面，楼
这边你要。这里会有恐怖的出来。是。楼梯上去。啊，拿那三个要干嘛？没有，你要用跑的，然后用跳。哦，看到了，还有。然后再跳。
声。嗯。他也是用手按的啊。有了。然后下去。然后嘞？直接跳下去。直接跳下去。没关系啊。然后过去。哦。然后按那个按。没血了。按那个。没有反应啊。按。然后。没有啊。然后转过去。有了。然后抽屉用这个。不要干嘛？然后要按这个旁边。对，然后另外一个。没有。干嘛？没有。干嘛？放开。然后他做一个。然后鬼就会出来。真的。然后你要从那从这里对，你要先放在那个门，然后他打勾，然后就会把他这个娃娃接进来，然后你跑开手，然后蹲下来，老虎啊，老虎在哪里？有啊，然后快，我教你，你先把那个娃娃放在那个门，然后不是放在这里。然后你从这里拿这个，然后放在那个门那边，然后你就滚上去。我不要拿这个。要放在那里。对，然后转过去。它就会出来。对，它会这样。它怎么做那么久啊？他有储存点。欸，我想装。都不能装。快跑！快跑！救命啊！救命啊！我也有欸。快跑！这里有收集。快跑！嘿嘿，那会有。这么快啊！右边哦，那不然你从这里，就是你要这样子，然后他从这里这样子，他一直追我，就一直跑这样。换你了，我不你不是知道怎么走？我们当当，我们手机也有，那你就不要玩这个。吓一跳！我没有吓，就是吓一跳。
爸爸，你看，好珍贵啊。线啊，左转右转。你的姐姐你有？来啊！来啊！来啊！他的嘴巴。咬我啊！你的姐姐很像邓美杰。见呢？你有没有见过？拉那个干嘛？砸他吗？我打。砸他吗？砸他。对呀、啊，砸他。过关了吗？还没。过关了。重来哦。对。很累嘿，换人好不好？储存。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边那里，我们要很贵，明明就不行。大大咪咪，哦，为什么大家就不一样？我们也有一样的手，电脑有就好了，玩电脑的就好了，玩电脑都不敢玩呢。到底要干嘛、啊？对，他为什么？走边了，你走错了。他明明就很快，他明明就很快嘛。